学佛啊，时时爱闻思修啊，咱来当听听听闻佛法啊，自然咱的心啊，时时都会保持着迄份平静。平静是来自于通达道理，咱啊道理通啊，世间纷纷扰扰。当然不掉了，那就是因为呢，咱会当通达诸法啦，所以这就是从文化来，所以文化欢喜啊，发音入心啊，发明论德啊，自用慧明啊，听法。真正爱用心听，咱若是无用心听，哪怕是逐工都坐伫遮，逐工啊，我用心安尼讲，但是咱若无用心，只是听而已啦，听话啦，反复。的念经啊，听凡夫的世俗话啊，那听的呢话，凡夫就给它变成了烦恼，用怀疑的心啊，用不正确的念啊，那一边在听，一边呢就伫咧制造烦恼啊！也那是安尼呢，哪有法度甲心平静呢？所以咱必定爱用修行这点的道心来听闻佛法。咱修行的道心啦，那是坚固，多一个所在的声音。不是发音呢，咱看大地一切万物啊，不管是风吹着，树伫咧叮当，天未光啊，前面有电话，微微的风一吹啊，迄、那个树的叮当影照伫壁里，虽然是天暗暗的时阵，但是啊。迄、那个风声、树影，就予咱会感觉到大地之德啊，万物之水啊，真诶，起着迄份感恩，感恩咱生在这个大地中，有日月无共，日时头，迄、那个。白天啊，会当看到大地万物真正的明露，看真会当看到真多的物件，会当感受到辽阔的境界。但是暗时呢，就亲像咱这当阵，天也未光啊，天也阁真暗啊。不过呢。在真暗这个时阵呢，却是有一番呢静寂清净的境界，真宁静啊！咱会当知影讲，咱的精神那是愈集中的时阵啊，大地的声音啊，迄种空间诸法啊，就是在咱的。心中滋润起来，咱来会当心灵啊，定定有这明净透彻，都好亲像闻到呢真多的香味，所以道风得香啊，熏一切。你到多一个空间啊，好亲像都有迄种呢，讲袂出来心呢。真欢喜，会发明，所以发明论德啊，
那你心无烦恼，迄种呢发喜善业的感觉，所以发弥论定，那自然呢自用慧明啊，咱呢感受其他咱的慧明增长啊，因为时日不断的过去，那年龄不断的增长，其实呢，在生命中啊，也不断的在凋零老化。唯有呢，慧明啊，咱来开发起来呢，慧明啊，终生不老啦，完全未凋零去哦。所以呢，伊是永远清新呐、啊，因为智慧呢，伫世间呐、啊，有真多物件，咱也未看透，咱也未知多咯，也未知，也阁真多。所以呢，慧明也不断呐、啊、成长，那就是因为咱的心静落来。因为呢，咱一念行伫这条的佛道呢，当然咱爱用着迄份平静的心来听佛法，自然呐、啊，咱的智慧呢不断来成长啊。所以文化应该是真欢喜嘛吼，因为呢，咱的心啊静落来，不管是大地万物。或者是人我是非完全的净寂清净，透彻明朗啦，也阁有啥物烦恼，何来烦咱的心呢？所以证明啦，咱讲了佛陀十念啊，就是这十种的智慧呢，互伊一个的力量，透彻明定。真正呢，透彻，无虾米款的污染，这就是一个的力量啊。所以前面所讲的实力，那么咱现在呢，来懂得五明。第一叫做声明，声啦，咱要安怎发声？啊，什么款的声音嘛？咱应该会当头去分别，分别这个人那过去吼，到底呢？这个人状态好啊，无好？身体健康啊，无健康？伊伫咧讲话呢？迄、那个心是不是明智的语言，或者是呢充满烦恼啊？等等啊，拢是呢透过了声音，那从伫这个语文的内底呢，会当头去分析这人生世事。当然，这个所在的语文啊。除了讲会当头了解听声，会当分辨吼，这个善恶啊，等等啦。以外呢，就是会当讲真侪种的语言，通达真侪种呢的音声。在佛经内底嘛有安尼的故事啊，在修行者。对着一群啊的上人，安尼呢去出海啊，去贸易啊，啊，伊是互人请的，请来伫咧搬物件。这群的上人都是头家啦，
大家人呢已经把这尊苦换起来了。大家人想讲，先用餐啊，中道顿嘛，先用餐，啊，都发一挂饭碗呐、啊，吼、哦。那伊这个人提起来呢，他去边呀，树卡啦，底下坐时，特别开始拍开这个饭碗来吃，就听到叫啊声。在那个所在笑一个，摇头一个，有人看到啦。到底你这个人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咯？吃饭家己一个人，哪会安尼笑啊？安尼在咧摇头啊？到底你是安怎啦？伊呢就默然啦。但是呢，头家都搁甲问啦，再次再问，所以呢，反复问了三次。那这位呢，挑夫，伊讲，拄只我听到鸟啊伫咧讲，某某地方有宝藏，伊听到呢，伊感觉这毋是我要爱，所以呢。我只是用一个微笑，甲摇头啊，感觉就讲，这个鸟类啊，都有一种呢通灵吼，那何况讲是人啊、人类啊，鸟类呢，都会当讲，你伫咧甲人搬物件真辛苦啊，你会当去倒一个所在。去吃什么款的物件？对一个修行者来讲呢，世间的物质挑动不了伊的心嘛，所以一笑置之。但是听到的人啊，目睭拢大泪起来，感觉到讲，这么辛苦伫咧贸易啊，大海茫茫啊，真多的冒险嘛。就是为着要取得利润呐，安怎那会有宝藏的地方，是安怎那会无爱用呢？所以，大家人啊，就想讲，这个人虽然呢，嘴是讲这对伊来讲无虾米，既然在啦，是不是将来会去取得遐个宝藏无？所以，这个人起着歹的心念，大家人。去计谋一个方法，要害死这个挑夫啊！所以呢，大家人计谋了后呢，就是甲伊讲啊，我真想要啉水，你是不是会当伫迄个所在，迄个水呢？你去灌一挂水来啉吗？结果呢，要去灌的时阵，心压落去。传咧个车落去，才伤人呐、啊。有个人赶紧甲马车、牛车规定啊，都离开去啦。这个人伫水中啊，伫遐游啊、游啊，目睭金金看到一群的人已经咧离开啦。伊是要安怎呢？所以伫迄个所在。感觉到人生啊，就是一念的歹念啦，起啦，就是不顾一切的情，安尼呢，来杀我的命，来得迄因的利，所以伊家己伫迄个所在默默修的时阵呢，结果呢？一大地的茶铺在那个水面里，伊爬起哩那个茶顶啊，像安尼呢，这水水漂流啦，这个水一直去呀、啊，这群的人呢，离开无偌远啦，看到这个人在伫咧想呢，伊想讲一定呢是温室无活。所以停落车来，开始啊回头去取迄个埋藏着的
部分，哦，果然有啦！一画起来了后呢，这群人啊，开始在遐伫咧争啊，所以这位随水漂流远去的人啊，安尼呢，只是听到后面非常的吵闹，迄群人已经伫遐争。将这的宝物到底要安怎来分？伊内心就感觉到，人生啊，这种的心实在是真可怕。所以，伊弃掉了世俗、劳苦、贪钱来生活，所以伊决定呢，就修行去啦。那这就是啊，在这个。声叫声伫咧讲话，咱听叫声伫咧叫其实呢，因是伫咧对话啊。只是咱反复听无，不过有诶一种人呢，他就会通通达声音，除了人类诶语文以外，阁会当呢听闻大地一切声音呢，都有伊诶道理，这呢嘛是对。声明学的里面、哦、那再来是工业学，这叫做工卡明，这种工卡明啊，就是啊，手真灵活，做什么样的事情，什么样的东西，他呢，就是真知道方法啊，不管的粗，不管细，吼，咱的世间有遮尼真多的物件呢，会当咱互人欣赏的，将木料变成了欣赏的艺术，吼，将石头变成到真精致呢，不管是刻成佛，啊，咱都膜拜啦，或者该制作椅啊，啊，咱都来坐啊，你看，这当中是。大地的东西，它呢，给变化，变成了，是要让人尊重的，或者是要让人欣赏的，或者是要让人利用的，等等，这都在工业学里面，所以叫做工卡明。再来呢，就是医药学明啦，这叫做医方明。唔只是医生哦，啊，佫都爱知影药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即马的医学院啦，伊都爱开真济嘿，有医学系，有药学系，吼、哦，那有福建的哇，等等啦，对人的身体啊，真多呢，诶，学系，甚至呢，语言训练吼。这嘛都爱声明哈，所以医方面吼，嘛是同款对人类啊，这个医药学。再来呢，伦理学呢，就是因明，因明啦，就是要安怎来论这个道理，要道理的一切呢，拢嘛是爱有起因呐。你若无起因呐，是要安怎？开始论起呢，那世间啊，这个因明啊，唔只是干那伫伦理学里啦，咱平常时咧讲话嘛是同款啦。你咧讲啥物啊？啊，因为啊，你乃安尼讲啊，因为吼，都、就是呢，都有一个起因呐、啊。你乃安尼做这个因呐、啊，但是呢？咱因为什么做呢？咱应该呢，爱真正的明智，咱爱把握时间啊，做对的代志呢，这就是因明啦。唔只是干那伦理学之意，其实伫咱日常生活中啊，你为什么做这个动作？你为什么讲这个话？你为什么？咱应该呢？咱。因为什么？吼、哦，面顶的因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为什么来修行？因为要脱离了迄个烦恼的定固啊，要会当
清净咱的心，或者是呢脱离凡夫啊，未来接近佛圣人的境界，因为吼、哦，所以安尼来修行。所以讲起来，在咱日常生活中都无离开因明，咱爱真清楚、真明朗，唔通呢受着迄个利益来诱引咱吼做一挂无道德的代志。所以咱做虾米款的代志，一定爱真明朗，该做的去做，无该做的唔通做吼。再来呢，就是内明，那就是宗教学啦。不知己啊，言知人啊。咱家己呢，那无有家己去了解，所以有一句话：内外明铁无下话啊。咱家己的内心爱真正的明铁啊，咱既然啊走入宗教的门来，咱必定呢爱清净咱的心哦。所以心呐不明朗呐，是要安怎样呢？会当面对外面呢？内心无自清净，安怎会当去清净他人？自心不能度啦，如何度他人呐？所以咱必定呢，爱内外明铁无下国，这呢就是咱要研究宗教。宗教呢，就是要予咱回归咱的本性。所以每一个宗教啊，应该呢，伊拢有伊迄份呢，安怎样会当利益他人、博爱大爱啊？当然啦，爱先有自爱。自爱呢，爱护咱的心嘛，唔通呢，护咱的心乱掉去，唔通呢，护咱的行为错误去，这呢，才是真正合乎宗教的目的。所以这个十力五明呐，也就是呢，咱爱真透彻了解，所以像大家人爱时时。多用心啊！